招生现场电视剧《其今朝独爱》主题曲共鸣，期待音源早日上线。为你披荆斩棘，哪怕10月16日，生生不息嘉年华完成新一轮录制。继上半场歌单曝光后，下半场歌单也曝光，共计10首歌曲。其中周深上半场的歌单是和谭维维合唱一首新歌，全球首唱，歌名叫《听》。据说创作这首歌只用了10天的时间，歌曲素材源于长沙街头卖鸡蛋仔的聋哑夫妇和他们的女儿。要一个爆浆鸡蛋仔，好。爸给我要一个香蕉的吧。你好，大哥，我想送你们个礼物，就是刚才给你们拍了一张照片。什么情况？啊。你好，小妹妹。冷不冷啊？手这么凉。冷了。啊，你给我吃。谢谢。叔叔送你一个礼物好不好？这个你看一下。谢谢叔叔。你耳朵上戴的是什么呀？戴了耳蜗和护电器。的大概意思是，小女孩收集了世间各种各样的声音送给爸爸妈妈，旋律融入了湖南的花鼓戏、西南地区的民族音乐，最后又回到了湖南的调调。舞台是无电音伴奏、打击乐为主，周深少数民族方言开头中间有标志性的吟唱，最后是一段清唱，两人一开口就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其中，两个歌手和很多观众都哭了。说实话，这首歌现场的感染力太强了，他们真的很想把这首歌唱好，都在很认真地对待这首歌，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到了最好，不知道播出效果怎么样，大家一起期待吧。据录制现场的网友说，周深粉请放心，周深的实力我这种路人都放心的。他和维维唱了首新歌，现场很不错，最后小女孩一家三口出现在现场，爸爸妈妈都有了助听器，现场很感人。下半场是周深独唱，也换了服装，歌曲名叫《易燃易爆炸》。终于等到周深的独唱舞台了，大家一起期待节目吧。当有人问周深光的定义是什么，他是这样回答的：心想，那个光，应是爱吧。他还说是歌迷们的光照亮了他，才显得自己是那么光彩夺目。觉得我现在很光亮，但是我的这个光其实是他们照到我身上。他们就经常忘记自己身上也有光，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伟大。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周深的《光之四部曲》，每一首都很有意境。首先是最美的《浮光》，当夜晚的月光倒映在湖面上，加上周深优美的嗓音，仿佛进入了仙境。再来就是天亮了，日出的光很像这首《光亮》，虽然太阳刚升起的那一刻光很微弱，但是被照到的地方都充满了生机。就该起床了，醒来第一眼就能看到窗外的阳光，一整天的心情会格外美好，所以和这首歌《生活总该迎着光亮》很配。生活总该迎着光亮，
后就是愿大家活在阳光下，未来的路与光同在，用这首《向光而行》真的好贴切。声的声音就有着这种神奇的魔力，熠熠生辉，聚力磅礴，这才是艺人的价值。内娱歌坛有周深了不起。是了解，为什么舍不得熄灭？